观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看的是由咪咕视频为您带来的2019到2020赛季中国男子排球超级联赛第二阶段第一轮的比赛，由上海金色年华男子排球俱乐部对阵四川劲浪体育男子排球俱乐部，这也是我们第二轮的第一场比赛，第二阶段。现在双方运动员入场。2019至2020中国男子排球超级联赛上海金色年华男子排球俱乐部队对四川劲浪体育男子排球俱乐部队比赛现在开始，请全体起立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那我们这个第二阶段的比赛也是一个双循环的一个赛制啊，是由我们 A 组的第一名，第一场是对上我们 C 组的第二名。 A 组的第一名是上海队， C 组的第二名是四川队。介绍裁判员，担任本场比赛的第一裁判员王然，国家级北京。第二裁判员邱明强，国家级天津。司宪员杜宁，国家级辽宁。戴静，国家级河北。邓雪正，国家级北京。司仲明，国家级北京。在比赛开始之前，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这两支比赛的球队啊。上海队相信大家已经不陌生了，今年因为这个疫情的原因取消外援，所以说上海在没有外援的情况下其实冲击还是比较大的。我们先来看一下四川队的首发。9号郭顺祥，15号王兆瑞，16号冯时坤，18号李蕊，自由防守队员3号廖果，主教练傅军。四川队的这套阵容跟上一场变化不大，基本上是一模一样的。上海队的这个首发阵容也跟之前出战的这个一队阵容是一样的。那上海今年没有外援了之后，其实像在主攻跟接应这两个位置都是有所调整的，引进了山东傅侯文，然后还有我们的新秀小将武鹏志，也是担起了上海队接应的这个重任。那很遗憾的是，我们的国手二传张国俊因为膝伤的原因没能参加这一个赛季的比赛，所以说由小将郭成来做上海队的首发二传。那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四川队现在的一个情况。四川队实力这个阵容也可以说是比较豪华的呀，都是带有国字号的一些队员了，像彭世坤啊，然后陈喜龙啊，包括还有这个陈柏良、杜海翔都是国青国少还有国家队队员了，所以说阵容也比较豪华。相比起来，这一套阵容比上海队更加的年轻一点。我们今年也是看到很多年轻的小将也是非常有冲劲儿。我们来看第一颗球，拦网得分。
个轻调，带轻摇啊，非常有经验的选手。戴青瑶也是今年我们这个奥运会资格战的一个首发，我们国家队的一个主力线。看一下张哲佳，也是国家队的一个主力，想拼一下发球啊，发球郭顺祥，四川队的接应，身高1米96，97年的小将。打手出界啊，这个球还是交给了戴青瑶，一个四号位的下球。郭成，上海队的二传。郭成也是今年才第一次作为首发来到这个上海队，所以说其实对于他和几个国手之间的磨练来说，还是需要更有默契一些。非常漂亮一个拦网。小将武鹏志在这个赛季的表现可以说是非常惊艳啊，现在完全是成了上海队的一个下分关键点。发球直接得分，打了一个快球，发球非常有威力啊。继续是戴青瑶得分，今天四川队这个热场感觉还是做的比较快的，并没有像上一次一样进入状态进入的非常慢，跟江苏队的那场比赛中在第一轮他们调整状态调整了很久，所以前面被江苏队拉了一个大比分。这边是有一点争议啊，因为这个疫情的缘故，赛季之后我们是临时选择在了国家体育总局秦皇岛训练基地来进行我们的比赛，所以这一次的赛季鹰眼技术是缺席了本次比赛啊，两支场上队伍也是不能进行挑战的。给了一个探头啊，一传太上网了。一个轻吊，还有这个球，打到腰线的位置，拦网打手出界，陈伯良啊，也是现在国青的一名队员，一个拦网非常漂亮，有这个是有点失误了，上海队。那四川队是追回来了，并且超过了上海队，现在是6-7，四川队领先。
发了戴清瑶，哎，一个清吊。因为今年也是没有这个鹰眼技术啊，所以其实我们也是要相信裁判团的这个专业度，还是会公平公正的给大家献上每一场比赛。非常漂亮，打了一个直线。我们明显感觉到看球员的表情啊，我们都看到今天四川队感觉是要更加轻松一点，上海队这边感觉比较凝重，要赶紧把自己的这个气氛活跃起来。上海队发了个前驱，哎，给了个快球，还有一个弹网，调整功，四川队这个发球找人的能力还是不错的，想打断对方的这个打杆了这个球，想打断对方的这个进攻节奏。太上网了这个球，这个球四川队的二传调的不错。找空当的能力非常强啊！其实今天我们看到上海队很多颗球都是两边拉开给到了戴清瑶啊，中间如果再多加一点像快攻啊，然后打掉结合啊，这样其实整个节奏就打起来了。佛文的发球非常有威力啊！还有四川队杜海翔，还是要把一传保住，老是去打调整功的话，其实对队里的这个进攻效率并不高啊，稳定性也不高。傅文的发球还是比较强的，很容易把对面的一传给打破了。一传不错，一个轻打，非常漂亮的一个双人拦网。
脚步很快啊，四人队前排。又是一个调整，上海队这个一传没有办法保的话，现在已经是打了两三颗调整功了。虽然是有像戴清瑶啊，然后还有傅侯文啊这样的攻守在，但是这个调整功确实不太稳定。又是破掉了一传，那吴功直接给了一个探头啊，这边四川队现在完全打出了自己的节奏。上海队请求第一次暂停。正常。操作再放开一点，放开，把这个手下手快点啊，小五啊。下手快一点，啊，时间太长了，好，干不进，来，暂停结束。今天上海队给到张哲佳呀、陈龙海的球，感觉并不多。武鹏志，一个接应。武鹏志是去年被引入上海队的，然后之前因为一直是有外援接应的原因，所以一直是做替补，这个赛季也是给到他机会首发上场，表现非常亮眼。一个后排没有打手啊，这个球现在比分是13-14，四川队领先，咬得很紧啊，两队直接是发球得分啊。先把这个接发球发的发好是最重要的，好不好？先把这个接发球发出来有了，打了就了了啊。还是戴清瑶发球。太上网了，这颗球，哎，这颗球网上的一个小球争夺，四川队的机会，上海队今天一开场有点不稳定啊，打得比较散，出现失误的地方也是比较多，像发球啊、一传啊，都是有所失误的，所以比较散。
哎，一个快球打出来了，副攻张哲佳。张哲佳非常会卡这个位置啊，这空当看得非常准。又是给到了一个探头啊，今天上海队的这个一传已经有好几颗是上网的了，也非常会找人这个发球，今天基本上发球都是找到戴清瑶啊，想破坏这个强攻。又是一颗这样的球，发了一个前驱，发的非常聪明啊！那四川队的一个机会啦，拦网打手出界，上海队这个一攻确实得赶紧捡起来了，没有一攻，他们这么多进攻端的优势是根本无法体现的。像今天基本都没有看到像陈龙海啊，然后傅欧文啊下球啊，基本没看到。进攻端没有打开，又是一颗一攻，这个一传真的。上海队请求换人，一号下。这种一传的状态要赶紧调整了，上海队打得自信一点。这个发球轮也是，杜海翔。国家队的这个经验也是非常丰富啊，一个轻吊，哎，四川队有点掉以轻心了。上海队这个战术是非常好的，现在是21-17，四川队暂时领先，四川队来到了他们的关键分。上海队换人，三号下，一号上。这个拦网很漂亮，这个球四川队有点没有配好啊，大家之间应该是没有交流好。
一个快球，非常漂亮。上海队现在非常需要这样的球来调节一下他们队内的一个气氛。又到了傅厚文的发球局，四川队的局点，我们来看他们能不能拿下这一局的比赛。保护的不错，非常漂亮，找到了一个大空当。第一局比赛结束，四川队以1-0暂时领先。好的，让我们回到比赛。这里是由咪咕视频为您带来的2019-2020赛季中国男子排球超级联赛第二阶段第一轮的比赛，由上海金色年华男子排球俱乐部对阵四川劲浪体育男子排球俱乐部。第一局比赛，四川队是以25-20拿下了第一局。让我们来一起看一下两队第二局的较量。段翔来发球，在第一局的时候，上海队也是在这个发球轮卡了很久啊。发球出界，
出界啊。赵志佳其实也是一名非常多元化的一名球员吧，也是在接应位置、副攻位置都能打，对于上海队来说也算是一个非常全能的主力队员。界内啊，这个球裁判王兆瑞2.05米的副攻，快球配得非常漂亮。哦，这边是扣出界了，打手出界。一个单人拦网，戴清瑶。戴新瑶的这个身体素质啊，包括进攻都是非常好的，球速也非常快。哎，这个球打得很聪明，掩护也非常到位啊。武鹏志，武鹏志这名小将，这个本身的素质也非常的让人惊喜吧。2米的一个身高，96年，他也是一名大学生运动员。现在其实引进这种大学生运动员对于我们的整个联赛啊，包括国家队的输入来说，都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啊。加上今年又是不能请外援的一年啊，所以其实给了很多小将非常好的机会来到我们的赛场上，能作为首发出现在排超的赛场上。13号阳光也是四川队的老二传了，打手出界。一传，四川队的这个一传还是要想办法好好保一下。在去年的时候，上海队是去年的冠军，然后四川队是去年的第6名。但值得一提的是，四川队一直是以一个全华班的阵容出现在大家的视野里面的，所以说其实今年的这个不能请外援的这个规则出了之后，对于四川队来说影响并不是特别大。界外球，现在比分是7-7，两队咬得很死了。
感觉上海队今天打的还是有点紧，没有放开打，一些进攻点火力都没有打出来。界外球，上海队自己的失误有点多了。陈柏良也是99年的一位小将，想发一个前驱。哎，一个打手出界啊，调整功打成了。戴清瑶的这个经验还是非常足的，作为一位国手，为国家队征战了很多场比赛。哎，一个清吊，非常聪明。虽然队的接应郭顺祥，一个清吊，单人拦网。发球失误，像这样赛会制的比赛连着打14天，其实对于队员们的体力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很多队员也因为也很久没有来到赛场上打比赛了，突然一下连着打这么14天也挺不适应的。二传调的不错，这个球。两个队比分咬得非常死啊，11-11。一传不到位，这个球又是一个调整功。戴清瑶今天4颗调整功全部打成了，老将不愧是老将。一个后排拦网拦得很漂亮，陈龙海。陈龙海也是今年奥运会资格战的首发队员啊。四川队请求第一次暂停。来，暂停结束。
发球直接得分。打到了后场啊，这个球。傅侯文的这个扣球高度也是达到了3.4米，篮网高度达到了3.3米。这个应该没有打手啊，界外球。又是一个篮网，上海队现在慢慢找回自己的节奏了。上海队这个前排的纸面上的网口高度来说是非常优秀的。像戴清瑶2.08米，张哲佳2.11米，陈龙海2米。又是一个篮网，张哲佳这名队员其实我们看到今年的这个男排世锦赛，中国队在篮网这方面跟其他国家队是不相上下的，其实跟张哲佳有非常大的关系，他对于篮网的判断非常好，打成了一个直线。张哲佳这个本身自己身高2.1米就非常高，然后步伐这个又非常大，所以说移动这个非常强。换上了小将陈喜龙，陈喜龙现在也是国青队的队员，2000年的小将。虽然对这个保护没有跟上，上海队率先来到了他们的关键分，上海队已经连得8分了，这确实不应该。陈龙海这个发球轮卡的有点长了，终于小将陈喜龙一上来帮助队伍度过了这一轮。彭世坤是国家二队的运动员啊，条件也非常好，力量也是非常大的。上网了，无功。再看四川队怎么把握这个机会，哎，一个轻吊非常聪明，看得非常清楚啊，滞空时间也很长。
个大概四米线，也是非常精准的找到了这个空位啊。刚好这里有一条线是没有防守的。哎，非常聪明，但是没有成功啊，想法非常好。今天上海的防反球打得还不错。现在比分是22-17，上海队领先。虽然队差的也不大，还有机会。佛文发球，这有点上网了，一个探头，哎，还有机会。确实一传不到位的这个情况。今年有很多队伍这个一传上网的情况都非常严重啊，像前几天的河北队打福建队的时候，一传真的非常让人着急。一个调整，上一队的机会来了，撑起的非常漂亮。哎，这个看到拦网手形成了后排的一个保护，还是要赶紧跟进。那么上海队来到了第二局，他们的局点24-17。非常漂亮。郭顺祥今天也是帮队伍拿了不少分呢、啊。上海队这边主要就是戴庆瑶应该拿了有两位数了。陈喜龙发球，发球威力非常大，你看这个球怎么处理。那么上海队以25-18拿下了第二局，让我们稍作休息，马上进入第三轮的比赛。
现在让我们回到比赛，这里是由咪咕视频为您带来的2019-2020赛季中国男子排球超级联赛第二阶段第一轮的比赛，由上海金色年华男子排球俱乐部对阵四川金浪体育男子排球俱乐部。那么第二局也是由上海25-19拿下。让我们一起来看第三局。发球出界，后排判断的非常准。应该扣球出界了。一个轻吊，12号张哲佳。拦网打手。李蕊这个球非常敢打，看到对面的这个拦网手形成了之后，依旧是大力造了一个拦网出界。后排一个后三的进攻非常漂亮，虽然队在第三局这个立体进攻打出来了，继续是李蕊发球，还有打得非常拼啊，四川队。两个有效拦网了，已经。后排撑起，一个机会。哎，这颗球处理的稍微有点草率了，但是在这样长回合的一个球当中，能拿下这一分，还是对队伍的士气有所提高的。
想拼一下发球啊，戴锦瑶还是。四号位的一个强攻下球，打了一个直线，来自傅侯文。这个篮网判断的非常准确啊，找到了这个时间差。压线啊，这颗球发的。虽然对今天的这个掩护做的都还不错啊，五号陈伯良，国青队的二传。虽然队也是有四名国字号的运动员啊，上海队就更不用说了，基本上每一位现在都是国家队的成员，有一些是国青国少的，有一些是国家队的，也有二队的，实力非常的强劲。现在7-7平，非常漂亮的一个快攻。张志佳这个制空时间非常长啊，两边的这个拉开掩护做的也非常好。武鹏志跟傅侯文这个掩护，一个弹网，球人队反应挺快，打手出界。一个清掉，哎，这边篮网后面的保护还是要做一下，四川队。感觉上海队从第一局中慢慢跳脱出来了，第二局、第三局打出自己的节奏了。第一局确实是被四川队这个节奏给带着走。哎，这个一个快球没有下成啊。张志佳这个单人篮网做得非常漂亮，2.11米的身高。戴清瑶这颗球下得很果断啊，
张志佳发球，张志佳发球的这个威力也是非常大的。但是在前几轮的比赛，前场比赛看到张志佳的发球失误也比较多，还是想去拼一下这个发球啊。但是这个就是打成了就成了，如果没打成的话那就是自失。感觉这个跳发的这个拼还是挺敢的，张志佳。四川队也是一个界外球，好撑起，还有这个应该是连击了。压线球，戴清瑶。四川队请求第一次暂停。轻大点球啊！啊，这个机会你有大家手干预下手啊，要来这个一点啊。完了以后，那个很主要问题就是他有些飘球啊，有啥子啊，这种发球这个环境我们质量再高一点，可能这个整个进攻质量还会高一点。暂停结束。我们听到傅军指导也是在说这个四川队接发球的一个问题啊，对面这个飘球确实比较有威胁力，但自己这边的发球也是要抓拉起来的。哎，非常聪明的一个处理。发戴清瑶，后排撑起，一个吊球，非常漂亮。后二的一个吊球啊，还有啊，这个球打得很顽强，一个调整了，没有打到手，界外球。今天上海队打了非常多调整工啊。直接一个后排进攻，戴清瑶。现在比分是15-14，四川队慢慢追上来了。哇，这个球，快球打出来了，张志佳。像这样
中间的快球，然后还有吊球再拉开两边给到傅侯文啊，然后这个戴清瑶啊，包括像武鹏志，那其实这个多点就打出多点开花来了，这样的思路是非常正确的，对于上海队来说。又是一传比较上网，无功。哦，这边持球了，虽然队持球了。哎，这颗球杜海翔处理的也是有点草率啊，想法是非常好的，想吊一下说不定进攻成功，但是确实这个调整功还是要稳一点。现在比分是18-14，上海队这局暂时领先。暂停结束。这个球没配上，有点，哎，被打了一个防反球。杜海翔这个起跳有点起早了。四川队请求换人，七号下，十号上。用陈喜龙换下了杜海翔。这名小将在上一局换上来之后，发挥也是非常不错的。那么上海队先来到了20分，来到了他们的关键分阶段。这遗传太上网了，又给了一个探头。像上海队这样的一个纸面上的身高高度的压制来说的话，给探头那肯定是没有什么说的，肯定会抓住机会，一点防守的余地都没有了。所以说遗传一定要抓起来，四川队。在上海队领先这么多的这个情况下，想拼一下发球是很正常也很正确的一个事情，书记也是比较经常的。球有点没有裹住啊，这颗球下球下的非常果断，这颗球慢慢的，这个张哲佳这个复工点已经开始打出来了。
两边连续的这个发球失误啊。看啊，郑智佳的发球，这几场感觉他发球的手感都不是特别的好。这颗有了，又是网上的一个争夺，下球下得非常果断，李蕊。这个球也是打到街内。那么上海先来到他们的局点，24-18。发球失误啊，李蕊。那么上海队在第三局中拿下了这轮比赛，上海队以2-0暂时领先。我们稍作休息，马上进入到第四轮的比赛。
现在让我们回到比赛，这里是由咪咕视频为您带来的2019到2020赛季中国男子排球超级联赛第二阶段第一轮的比赛，由上海队对阵到四川队。我们一起来看他们第四局的比赛。王兆南的发球，一个快球啊，打成了。从第三局开始，张志佳就下了好几个快球了。非常有威力，张志佳的发球，反手出界，上海队慢慢这个队内的气氛啊，氛围变得轻松了，也变得活跃起来了。刚镜头也是给到了我们的丁慧。一个大斜线。球失误，两边不断的有这个发球失误啊，我们也说发球失误是会传染的。一个后排进攻，后三，四川队还蛮擅长打这种立体进攻的。的一个强攻，带枪救得非常漂亮，有拦网，拦网后面的保护四川队没有跟进，四川队请求换人，九号下十号上，换上陈喜龙，陈喜龙也是连续三局替补出场。四川队也打球了，打成了一个快球啊。又是张志佳的一个快球，上海队这个气氛现在打出来了，队内也是非常活跃，看到张志佳脸上都带着笑容啊，第一局的时候确实比较凝重，
现在比分6-4，上海队领先。哦，这个是判的是界内啊。因为我们现在在这个国家体育总局的秦皇岛训练基地临时进行比赛，所以说鹰眼系统也是缺席了我们本次的比赛。那么两支队伍在场上是不可以进行挑战的。非常漂亮的一个空位啊，找得很聪明。这种比较优秀的主攻，其实在制空的时候，因为制空时间比较长啊，所以就可以看到对方的这个空位所在。下球也下得非常果断。一个快球，二传配的还不错，这个球。打手出界。二传郭成，郭成的身高也是有2米，有点上网啦，又是一个往前的争夺。上海非常在这个调整工这一块儿做的真的非常好，都是经验老道的球员。相比来说，四川队这边年轻队员敢闯敢拼，但是确实少了一些经验。又是想打一个快攻，球没有裹住。
又给了一个探头的机会，陈龙海打中。现在是13-8，上海领先。虽然队现在节奏被上海带着走了，有一点情绪有点不太对。无功，上海队的机会来自10号古鹏志。打了一个直线，打到了一个腰线的位置啊，武鹏志。打手出界，四川队面对上海队这样非常强的火力啊，这个防守战线还是要拉好，后排这个撑起还是要做到位。打得非常漂亮，又是小将武鹏志。这名小将今年是第一次首发登场我们的排超啊，之前都是做外援的替补，今年一上场就给了我们非常惊艳的一个表现，下球率非常高，也能担起这个上海队接应这样的一个重担。杜海翔这个球还是想发一个前驱，快攻，15号王兆瑞。王兆瑞的身高也是非常不错的，2.05米，95年的一名小将。四川队现在打的，因为节奏没有起来，所以打的有点松散了，失误比较多，而且
各个点的失误都有，所以说现在是比较难控制的。要先把这个接发球给抓住。打手出界，这个非常敢打。20-14，上海队领先，来到了他们的关键分阶段。这个是直接发球得分啊！上海队今天有好几个这样的压线球。四川队请求第二次暂停。这个其他没啥子啊，这个现在要求打一个好球好钱，打一个好球好钱啊，坚决不要，那你肯定就输个啥子啊，是不是？啊，这就是要求要大家知道，好不好？来吧，好吧，拼一分。哎，那他的集中位就最少了。暂停结束。往里站着。来，一分。对不起，啊，一分就最少了，一分。陈叔指导今天这个战术安排的特别好，这个多点开花打的真的是上海队在后面几局真的是打出来，也是非常好的发挥了他们这个进攻端的一个优势啊。但是也有很多分是这个四川队白白送的，他们确实自己的这个自失太多了。一个吊球，四川队现在需要一两颗这样的像吊球啊、快球啊这样的球，来帮助他们找回自己的气势和自信。现在队员们都打得比较散。四川队请求换人，7号下，1号上，1号周迅，换上了。周通，换下了这个杜海翔。哎，一个双人篮网。周通也是一名99年的小将啊，非常年轻，身高1.94米。那么发球出界，来到了上海队的赛点。看一下戴庆瑶的发球，破掉了这个一传，打得非常稳啊！上海队往前的一个争夺。那么我们恭喜上海队以25-19拿下了这场比赛，总比分3-1。四川队其实今天进入状态非常快啊，但是后面被上海队带了节奏之后，感觉气势就不太行了。上海队也是在后面几局打出了自己这个多点的优势，打得非常漂亮。